哇，这外面太漂亮了。可能很多动作大家看起来都觉得特别的简单，但是其实真的是每个动作都很难。咱们自己的手裸手这么灵活吗？你现在拿个挂钩，你觉得我这么一捏往上一拿，然后我这么一挂，你觉得很简单，但是你要是戴上那么厚的手套是吧，你这样的里面还有压力，这种叠加的情况下你是很难做到的。其实